先带您来看到，这实在是惊险一瞬间。一向戒备最森严的总统府呢，这回竟然有民众大胆的闯入，而且呢，手上拿着的还是一把锋利的武士刀，这是要吓死谁呀？果真呢，当时在总统府外的周姓宪兵来不及反应，颈部呢就被划上了一刀，但还好命是保住了。但这把武士刀来头可不小，是这位女性凶手他砸破了军使馆的展示柜偷出来的。而仔细看这把军刀呢，它被刻了南京之役杀107人，短短几个字，意义却是非常的浓厚，代表着南京大屠杀时沉重的历史罪行。而据传这把刀是馆内的不祥之物，甚至呢还被称作是一把妖刀。大半夜呢，就曾经有退役的军人目击它发出了青光，传闻不断。带您来看这把武士刀的诡谲故事。 持枪威吓，指着一名男子，好几名远警宪兵将他团团包围，一拥而上，赶紧先用束带套住，再上铐压制在地。2017年8月19号，惊险一瞬间，本该是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却闯入一名女性男子，持刀乱砍，当场砍伤一名周姓宪兵。不要靠近哦，好吗？那边管好，那边管制好。 场面混乱，满地鲜血，令人触目惊心。所幸遭砍伤的周姓宪兵及时闪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警方从女性凶嫌的包包搜出5星旗、遗书，还有这把伤人的武士刀。为什么偷武士刀？为什么砍宪兵？偷警力那了，是有政治立场表达吗？犯案动机是什么？你想表达什么？10点10分左右，嫌犯他持榔头。 破坏了展柜的强化玻璃，破坏了以后，再窃取里面的日本造980军刀。他偷的这把商人武士刀是军使馆的镇馆之宝，却也是不祥之物。刀颈上头还刻着“南京之役杀107人”字样。 满地都是中国人的血，满地都是中国人的尸首。那种长法，就是说是那种一层山后一层雪。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展开极为残忍的杀人竞赛。东京日日新闻上更刊登日军16师团的2位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摆人斩比赛的杀人成绩。 而野田毅所使用的军刀，据传辗转被带到了台湾，并展示在军使馆里。这把军刀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杀害我们同胞107位。锐利刀锋见证历史，现在又成了女性男子的伤人凶器。而这把军刀也不是第一次牵扯上社会案件。 被害女学生的母亲哭得断肠。1999年6月19日，发生了这起震惊全国的军使馆女学生命案。女学生在军方的地盘上出了事，国防部责无旁贷。我个人非常惭愧，我代表国防部向家属最深的道歉。 张姓女学生因为要做军训作业，由哥哥骑着车载她到军使馆查资料，并约好了1个小时后在门口碰头。没想到兄妹一别，竟是天人永隔。本来早前咱有机会等下，将来怎么办呢？所以咱们开始玩了。12点5我就报案了。可今嘛哦，一通电话就无啊，已经到今日头要到5。 为着伊咯，要吃要哭。当天，张姓女学生独自一人在查资料，当时值班的一兵郭庆和主动向前向女学生搭讪。他看那个学生在找资料，从录影带看到，他就主动上去3楼，从1楼到3楼值班台，就问他说：“同学，你在找资料吗？”他说：“是，我要交功课。”他说：“我可以帮你，我拿资料给你。” 就不要在那吵，就把他带到3楼。身穿军服、看上去正气凛然的军人大哥哥说要帮忙，女学生不疑有他，跟了上去。本老师填写资料的时候的那个瞬间，他从背后根据供词上面来讲，他被迫去抱住他，然后中间反抗之后他就掐他脖子。他从此失踪，第一时间当然是要求调阅监视录像带来还原现场。 到军事馆要求一定要看录影带，馆方人员是讲说白天不录，晚上才录。那最后又讲说连续假期3天没有录，也拿不出录影带。军方说辞反复，就是拿不出录像带。但后来经不起家属和检警一再要求，军事馆终于交出了影带。不过，想不到他拿出的日期那2天，这案发日期是拿3个月的，copy下来的。 就是原5月19的，他把那个标签撕掉，改手写6月19，就用6月19去糊弄那个东西啊。就是案发当天6月19那天的那个案子。好不容易交出了影带，却是拿案发前1个月的旧袋子来搪塞。我说我们来调查记录表，那时候看几个湖群，是轮到谁在那时候的当班，结果是郭庆和。当天值班的一兵郭庆和涉嫌重大，就把郭庆和当天值班的。 就带到另外一个角落，就开始稍微询问当时的事情。所以我就要他说：“你把军服换下来，换成当天的体育服装。”他说要指认。就他拿了衣服以后，就要躲到厕所去换。那我制止，我说：“大家都是男生，换衣服又不是叫你全身都脱光脱内裤就换衣服而已，应该当场换。那麻烦郭庆和。” 衣服让换下来，因为我看到他的背后有一个鞋印，而女学生是穿球鞋，背后有个鞋印很清楚。然后拉链底下有一滴小的一滴红色的血滴，他还是面向墙壁脱衣服，换上军装。当他把体育服装换下来的时候，我就说愿意一起脱。然后他很小声说为什么要脱？ 是要脱，他内衣脱下以后，他还是背向我，双手抱着胸前。那我请同仁说，请他转过来，把他手拿下来。在一兵郭庆和身上发现有抓伤口，这抓痕怎么来的？那些老刑警事后也跟我讲了，他就怪怪的。那时候看到郭庆和眼神也开始闪烁，胸前被那个女的哦，这样抓了。 有伤口啊，那口见可能他是要奸杀他嘛，那你的挣扎嘛。我说啊，你这个就是你的，你要害死女孩子的时候哦，他不甘心把你抓伤了，没有啦，我没有啦，过去我脚就软了。面对警方质疑，他给不出个交代。我说这伤哪里来？他说啊，擦枪的时候哦，那个枪的那个准心的时候哦，去划到了。我说枪的准心这样划也才2条，你那划了3、4条。我说你这个明明是手去抓伤了，脸色清白了。你先讲，是不是你把他害了？他说是的。郭庆和知道难逃法网，最后坦诚杀害了女学生。 用哦，人我用落手袋甲塞，丢在马路边的停车位啦。用我都唔知，我按下出嚟时哦，我都看到迄标志嘛，黄板桥。所以他们打电话给那个他家属，说真的找不到。如果可行的话，家属就上个香吧，跟那个拜拜再讲一下，说希望让警方顺利找到他。然后上香没多久，我看竟然没有半个小时吧，就找到了。警方也很讶异啊。 不过做笔录时，郭庆和说了这句话，难道是在故弄玄虚吗？是那一把刀叫我杀人的。郭庆和供称，在某次保养这把100人斩武士刀时，不慎划伤手，从此看到刀会发出诡异青色光芒，还开始有了幻听。 之后他有自己在讲，就看到那个一把上面写的100人斩嘛，就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砍了100个人头嘛。那个军刀放在军事馆里头，啊，所以讲说看到军刀发出了闪的光芒啦，有点像被日本军人护身的味道像。这样的无稽之谈，听在检察官耳里都是推脱之词，不予采信。在审理终结以后，从重与被告对于妇女强制性交罪，在今天下午1点30分宣判，判处被告死刑。军法速审速决，在同年8月3号执行枪决。 郭庆和为他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不过妖刀传说却从此不胫而走。军刀是否因为沾有血腥才导致诡异传说不断，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军方在2起事件里都存在着明显的管理疏失。 台湾大代志，唔通放袂记。各位好，我是俊相，我是雨欣。台湾大代志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还有那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喽。台湾大代志。 您的加入是给我们最实质的鼓励跟支持啊！唐棒尾底，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接下来带你来看，有人能透过一张照片就看出您的前世今生，还有身体的健康状况，这真的还假的？带你来看呢，这位命理老师他叫做江家业，他说他有通灵的体质，还会透视人体，就连怀孕的妇女肚子里的宝宝是什么性别，他也看得到。 但这神奇能力他自己也不信，甚至呢还跑去妇产科向孕妇一一来验证。而这特殊能力是怎么来的呢？他说这一切都跟神明有关，在这背后更藏着一段生死纠葛。 男孩子小小的嘛，我只有2岁嘛，我唱那个小孩子的歌给你们听，好不好？每个人是一个那个题呀，啊不不不，啊不不不。采访过程中突然蹦出小孩子唱歌，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我真的很皮。嘿。 这是三太子上身吗？那些商品，但是一般咱用半身罩着下掉，但是你还是要保这个健康健康，那最好就是能够全身的照片。我凭一张照片就可以看出那个人的前世今生、吉凶祸福，看得很清楚。 而且透过一张照片，我可以看你的身体状况好不好。而且就凭一张照片，我可以看出林志玲有没有怀孕。有没有这么厉害啊？一张照片就可以全部看透透？难道说她真的具有什么特殊能力吗？我答应之后的第2天就开始了。我的老师是观世音菩萨，他就开始每天早上9点就来教我。 各种法术，还有看人的身体。我的爸爸是要跟那个弟弟，哦，这是要跟那个，哦，跟那个姐姐，哦，跟那个姐姐。他宣称本身带有天命，因此可以跟神明沟通。而这一些透视人体健康，还有通灵能力，都是神明教的。包括帮信众算命的时候，他们也会在旁边提点。他能够看了这考题，弄有法度，弄会当下也出来，伊那有读的弄下也出来呢。我每次在帮人家算的。 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告诉我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我就很生气。我说你不要告诉我自己有学，我自己会。可是他们就是一直常就在我旁边。哎，你好，你好。真的有神明在旁守护吗？不得而知。不过在采访过程中，突然疑似有三太子上身。我的腰椎也是很痛啊，刺痛感。你辛苦啦，这足艰苦的呢。后摆你若无好势吼，你袂行路，你知影无？啊，我阁看到讲唔是干那安尼哦，你阁有膝盖的问题哦，你膝盖内底韧带吼有逼车呢，哦，这足严重，这若无紧的医好吼，小姐，你吼可能就要牙关，安尼行路你知影无？ 这位求助老师的信众，真的膝盖出了问题吗？是感觉到我跑步的时候膝盖会刺痛，那到后来是越来越严重。难道这就是老师口中所谓的透视人体？ 你说其他的东西，我可能不一定能够验证，可是讲身体的透视这个事，我是会有感觉的。所以，那我事实上真的来拜拜之后，我那些刺痛还有那个这么多的困扰的问题是都有一天一天的改善。人体透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江老师说，当他发现自己有通灵能力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相信，他还跑去妇产科测试自己的能力。 妇产科不是都怀孕的妇女很多吗？一个一个问，完全正确。她正好也怀孕，她一来什么样子讲阿爹杂报哎哈，哎她吓一跳，哎怎么知道？哎就是知道。听起来很厉害的，我就是知道，其实背后有一段生死纠葛。那一天，她和朋友去一间卫士的公庙拜拜，才一进去。 我就开始起档啊，哇，就开始动啊、跳舞啊，什么都来了。接下来，公主的一番话，江嘉业听得莫名其妙。那个公主就告诉我说：“你带有天命，你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我说：“我不要，我不做。”她说：“你一定要做，你不做的话，你的命会没有。” 这根本在胡说八道吧！就连公主叫她去那一些庙领旨，江嘉业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但奇怪的是，她的身体这个时候竟然出现不明状况。不管再怎么样精密的这个仪器都没有办法查出来，我就是一直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到最后真的很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真的是就像植物人，我不能讲话，不能动。 当下的他只剩下清楚的意识，更悬的是耳边不断传来莫名的声音，到底谁在讲话？我就是妈祖啦，那我想妈祖就比较放心的哈。我说啊，这边别安弄，伊讲你要接受，要接受，不然人命真的就会没有了。 没得选择，只能听天由命。他最后选择当文乩童，身体莫名好转，可以动，可以讲话。后来因缘际会到电台解说命理，在这片领域拥有知名度。他说会通灵、透视，这些都是神明教会他的事，而且神明经常守护在他的身旁，一如大家最熟悉的三太子。 民间三太子的信仰非常普遍，只因为有求必应。更玄的是，三太子自己会去找代言人。林明玉，一个当年才16岁的小伙子，无缘无故却当上了三太子乩童。特殊的中间嘞，古早有时间咱关录音嘛，年轻人好奇。 啊，都有一个阿伯招我去，我嘛去。哦，足侪人坐你啊，坐你啊，坐椅啊，啊，脚踏金纸，啊，目睭白起，啊，就是说咧念咒语。啊了，有个阿伯讲，啊，你要试看嘛？当时因为年轻又好奇，他想着试试看也不错，没有想到这一试不得了。哎，这无偌久了。 太水都就上升了，伊20几个都无上升过。接下来更惊人的发展是，三太子竟然开口：“你讲这就是我要找的学生，我要找的徒弟，安尼啊，伊退堂去。哎，他有讲，伊讲我是中大万岁。” 林明玉当下根本就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就在三太子第一次上身之后，林明玉跟三太子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每一间庙宇落去办事办无哦，落去行行下，马上我就不晓得，唔知人都用走，走到伊庙宇替人办事办煞，我搁退噶，你说真奇怪，我那时候还是走到这来。 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加诸在他的身上，林明玉说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只好随遇而安。不过他也坦诚，太子爷救过他好几次。年轻嘛哈，挪位而后，经过一段的社会的经验。 生中枪，那时候散弹枪打在里面，像我目前身上还有100多颗的铅弹，还有那个铜的、铁的都有。现在还有，现在还有100多颗。当时我只是医生啊，他就讲啊，那里面也有铅弹，也有铜弹，也有铁弹，它肯定会发炎的。所以现在活过来，你也不用高兴啊。 最多给你半年，再发炎的话也是没办法，也是要往生的。抬头看一下，抬头接过一下。林明玉也知道自己可能救不回来了，就在加护病房的那一晚，他闻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在加护病房里面之中，就一股香味，很香的香。人家加护病房的护士就问我：“林明玉，你是什么东西？” 我心想，我两手我落去白条条，去卡白条条，啊，这嘛插够汽车，拢汽车在外面吃啥？冥冥之中，都看见太子爷公，千军万马，他叫我弟子把嘴巴张开，他总共丢了。 一颗黑色小黑色的药丹，就含在口中。接下来更令人不可思议，就很奇怪啊，很奇怪，宣布说脱离险境，原本是医生没什么救的。 林明玉对宗教有一股热忱，却很不想当三太子的乩身，因为他不希望引来社会的负面批评。没有想到鬼门关前走一回的那一场枪战意外，不但救回他的命，也同时改变了他的命运。那边医生都熟悉的医生，他说没办法救，跟我爸妈讲说，除非哦，恁厝的公阿妈甲神明哦有灵感，无绝对我以这目前我的。 医学哦，无得救伊命。医生吓一跳，护士都吓一跳啊！他说：“转变怎么这么快呢？在一夜之间，生命迹象都完全正常。没想到，再给我活40几年，说永远都28岁。” 该来的躲不掉，林明玉后来盖了一间北台湾最大的三太子爷庙，继续帮三太子为信徒服务，也宣扬中坛元帅忠于国家、孝顺双亲的精神。自己遇到一些重大的一个事件的时候，你这时候在无助、无望或受挫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可以协助你稳定、协助你确定的这样一个信仰，多半都会有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个预期的效果出现。 有人连这种钱都敢赚啊！而这究竟呢，又是在做什么样的生意呢？原来他是一位冥婚的鬼媒人。据说呢，在大陆的北方有冥婚的现象，而且非常的繁盛。有人呢就看准了这种阴婚习俗的商机，竟然是动起了歪脑筋，就跑到坟场去偷女性的遗体。而且据说呢，一具刚下葬的女性遗体可以卖到2万块钱的人民币。 也因为这样的习俗呢，也衍生出了人尸交易，还有鬼媒经济。更严重的呢，甚至还隐藏着可怕的犯罪动机。而且据说有一些漂亮的女性遗体曾经被喊价到15万人民币，相当于台币70万，也让一些无辜的女性惨遭杀害下架。更离谱的是呢，有些人还没断气，就有很多人等在太平间的门口喊价。 等到这女子一断气之后呢，就由出价最高的男子直接抬走去办冥婚，带您来看这不可思议的冥婚产业链。 怎么这个村庄往生者的遗体在一夕之间全不见了？ 写了个牌位子放在里边了，然后你人找不见，你没办法。挖开以后，母亲不在了嘛。尽快寻找我妈、我女儿。为今之计，只能替你办一场阴婚，找个更厉害的鬼来当你的媳妇。原来神秘的冥婚习俗在大陆竟然演变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交易。有些漂亮女性的尸体被喊高价，高达15万人民币，折合台币约70万元。 尸体被埋在了一个墓穴，身上还穿着崭新鲜艳的衣服。下葬3个月的女尸早已高度腐烂，但在王某的眼里，这是他谋财的工具。冥婚揭开了是民间的陋俗和背后交易的内幕。不过，当地人却不认为冥婚是一种陋俗，而是正常现象，自然也形成了买尸交易行为。 嫌犯涉嫌杀害2名女子，再以大约人民币20到30万，折合台币100万到150万价码卖给需要冥婚的家属。我们是手上的，他把钱拿走，他们走了。到了手上以后，我们火化了。直到警察找上门，花钱买尸冥婚的当事人才发现完蛋了。合葬才不到1个月，只是21天，这都应该公安局也上过来了，是。 人害死的事件不单纯，进一步追下去才发现，一位村民下班回家，结果找不到老婆，到处问邻居，却没有人知道。直到报警之后，警察上门才说出了惊人真相：早上来就是人害的。不止杀人为了冥婚，多起坟墓被盗，警方深入追查，不见的竟然都是女尸。那一具尸体大概卖了多少钱？那不得有2万几的，有3万几的。 不法分子盗坟，甚至杀人卖尸，冥婚习俗让尸体变成商品。但离谱的不止这样，10几户丧子的家庭争抢一位刚去世的年轻女尸故事。据说当时这位姑娘还没断气，但是已经在弥留的时候，女方家就在这10几户家庭中选一个聘礼出价最高的，等女子去世之后。 就直接由男方抬走，直接去办冥婚。据说在当地，只要出现病危的女性，消息就会马上传开，需要冥婚的家属就会立刻现身。有人说，根本就不用担心女尸没有人要，究竟怎么回事？冥婚盛行的地方，还有另外一种迷信就是一旦家里遭遇到什么不顺，或者是病，或者是灾，就会被认为是没有进行婚配的先人在作祟。 因此，一定要为当事人没有娶婚的这个先人补办冥婚。当地的观念，人死后不能独守孤坟，只要生前没有配偶的，不管年纪多大，死后都需要补办冥婚。但为了一个传统习俗，造成无辜女性陪葬的恐怖杀机，令人发指。不过，有人想盗尸冥婚，也有人想明媒正娶。您听过鬼娶亲吗？ 彰化那边的女孩子就现身给我看，我看了，很漂亮，那个小姐很漂亮。 啊，难怪我们咱的面前讲见个哈尔水的姑娘莫怪。来，掌声鼓励。凤乳雕刻出来的金身是否跟总干事梦中的女子一模一样？答案即将在迎亲仪式结束后揭晓。 早上10点，彰化火车站挤了满满人潮。原来中原普渡这一天，宜兰的万善宫要来迎娶新娘，而捧着神像的就是万善宫挑选出来的替身新郎。新郎的点点是万善宫挑选的，因为有甲宝贝，甲万善宫宝贝，甲万善宫宝贝讲伊做新郎，安尼。 大概5、6位吧，5、6位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宝贝，把它保留化。良辰吉时一到，迎亲队伍由月下老人带队，沿路发送喜糖、放烟火，整个彰化市街道锣鼓喧天，热闹滚滚。 所有的仪式遵循古礼举行，新郎骑上白马，帅气十足。而迎亲队伍当中，绝对少不了这一位媒人婆。 大批信众跟着万善公一路从火车站走到庇应庙，就是要见证罕见的鬼王娶亲。而彰化庙方也准备了好几百桌热闹嫁女儿。迎娶吉辰一到，上香说完吉祥话，重要的时刻来临了。 你们是真水哦！人今日阮嘛成功，我要娶个太太哦，确实是我梦中的一人。跑到前面去看，最后一项一看就都一样。有没有吓一跳？对啊，我又吓一跳，怎么吓？总干事会这么惊讶，不是没有原因。我们先把时间拨回3月，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那一天。 106年年底就有说，我们来去进香好不好？哦，进香就去哪里进香又不知道，我们就找到彰化来讲。3月份，咱宜蘭羅東清水溝有一個萬善堂，萬善裡啊，我們來吃掛香，我奇怪，啊，但服務來往，我但我請他們掛香。 两边庙宇突然搭起友谊的桥梁，双方其实一头雾水。但既然万善公说要来，信徒也只能照办。一群人提早一天来到彰化，说也奇怪，就是这一天晚上，总干事梦到了一位很漂亮的苗族女子。那一天晚上就住在彰化，我跟我太太住在同一个床，那个床会动，会摆动。 我太太说：“你不要摇了。”我说：“没有摇了。”好，我说：“没有摇了。”我说：“你在摇了。”但我没有摇。我太太说：“啊，妈妈，睡床就给你睡。”她睡隔壁床，我太太就睡隔壁床，一睡就睡了。彰化那边的女孩子就现身给我看，我看了。 但是他没有放在心上。联谊结束后回到宜兰，3天3夜不吃不喝。宝宝一问才知道，原来万善公谈恋爱了。我梦到这个小姐是不是你喜欢的小姐？是不会。哦。 原来双方庙宇进行联谊的时候，万善公跟9天尊王的侍女凤乳一见钟情，鬼王想娶侍女为妻。不过当时彰化西门庇应庙不敢答应，就是怕会一厢情愿。我想请示看卖啊，去啊请示无？哎，佮真正有这代志，伊也问讲，啊要嫁啊唔嫁？袂，我要嫁。 一个想娶，一个想嫁，双方在农历4月29号举行了订婚仪式。不过凤乳因为没有今生，最后透过通灵转达，凤乳来自苗族，当年跟着9尊王来到台湾，一直跟在旁侍奉尊王。最后双方约定农历7月15号再来迎娶，只是凤乳到底长什么模样，不免引人好奇。梦中我看过了，我不告诉对方的主委，我不告诉他。 看你磕的有没有跟我梦中一样，因为这个事实是天机不能泄露。如果说天机不可泄露，那么西门庇应庙怎么会请人雕刻凤乳金身呢？庇应庙管理人林家博突然说了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小秘密。我哋模样，我哋完全廟祝嘅打扮，希望你都有一種打扮好叫萬神爺公，望你出現哦，管理人多謝啊！ 原来凤乳早在庙方管理人的梦中出现，也难怪凤乳的新娘替身令人如此惊艳。既然知道凤乳长相，林家博立刻联络神明雕刻师。没有想到雕刻师不但知道林家博的来意，而且他早就开始动手雕刻凤乳的金身。 时间这个中间吼，有真侪无形的力量啊吼，来甲我指示吼，叫我着安那做，安那做，安那做。我嘛根本唔捌做过这个物件，但是就是足机然的，就是很闲啦。雕刻师怕外界打扰，闭关刻金身，凭借着梦中的样貌，打造出完美的凤乳。 赶在迎娶之前完工，凤乳的金身令人赞叹。而迎娶当天，新娘替身也是经过法规、神明同意、百里挑一的人选。所以管理人林家博先生，他要来请爷千金、林千金，他要来申请宏观办学，啊，请一林素心，啊，如果救得尊龙在手，好多工作答应，请数金杯。 九天之王指示的，只是要我当那个凤乳今天的代替他完成仪式的书生这样子。拜别仪式结束，由万善宫将凤乳迎娶上轿，一行人护驾神灵，开心返回宜兰万善堂。 西门庇应庙是祭祀八卦山之一，在彰化县城西门附近死难的义军。战役之后，彰化人把骨骸从西门运到市区中正路，原名称是西门百姓宫，直到2007年才正式更名为西门庇应庙。至于宜兰的万善堂，也是收祀无主男女骨骸，一般习俗来说属于阴庙。 虽然说农历7月禁忌多，不过这一场婚礼倒是吸引了不少信众。除了见证这罕见的冥界联姻，也感受到另一番喜气。接下来带你来看到，在海拔3300公尺的台东嘉明湖，这里被称作是天使的眼泪，美得不像话，也因此呢被布农族人说是月亮的镜子。每年呢都吸引上万人登山造访。 不过，因为海拔高又是秘境，发生了多起的山难。最离奇的呢，就是这一件。有一个江小姐，她和登山队一同前进嘉明湖，但在过程当中呢，她的身体不太舒服，头晕想吐。同行的队员呢，就给她了一颗黑糖。她休息了一下之后呢，整个人又充满了活力，之后就独自超车前进。时间来到隔天一早5点呢，是领队的点名时间。 这时候点到了江小姐，却没有人回应，人间蒸发，她会到哪去了呢？至今又能有正确解答吗？ 请问一下，现在地点到哪里？这个小姐她就从此就在这个嘉明湖就这样失踪，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找到。 怎么样的？应该还在路上才对，能够开始从今天可以的话是这个时效可能比较快一点。听到有登山客失踪，警察立刻对照地图了解情形，派人上山救援。他穿的、背的，好，我们通通没有任何发现。 那天是双十连假，39岁江小姐报名参加3天2夜嘉明湖登山休闲协会。10月10号当天，一队30个人平安抵达向阳山屋。11号凌晨2点，大家减面轻装，从向阳山屋往嘉明湖前进。当天是凌晨2点出发的，那一路上很多人，所以看到的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头灯的那个灯火，好，所以他也分不清哪一个是队员，哪一个不是队员。700多个人就在黑暗的路径上面陆续前进中。 不小心就蹲错队了，但是你领队向导一定要随时点名示。上山屋出发之前，领队即刻点名，江小姐还在，但此时的她头晕、呕吐，疑似出现了高山症状。领队跟几名队员决定押后，陪着她慢慢的走。向阳山屋出发的时候，啊，她出了一些状况，好像身体并不是很舒服的感觉了。那个向导啊，就拿了2颗糖给那个小姐，给她就是说补充体力。那她吃了1颗，然后1颗就放在自己的口袋。没想到她吃了那黑糖之后，哎，好像体力变好了，她就开始走得很快。 凌晨5点，登山队来到了嘉明湖避难山屋。林姓领队再一次点名，喊到了江小姐的名字，她没回答，再一次还是没有回应。奇怪，人呢？在嘉明湖的避难山屋的那个位置啊，有人回报说，哎，有那边一位小姐，他们的领队在找她，啊，请她到嘉明湖的避难山屋去等。 那个江小姐刚刚站在台北市3A协会向导的旁边，她江小姐叫吴，就是某某人，好像刚好跟吴先生频道一样了嘛，她就跟他讲说，那麻烦你把我带过来。但是山岳协会不往嘉明湖的方向前进，江小姐的领队最后请她自己到避难山屋跟其他的队员会合，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疏忽造成了终身遗憾。 错误了，因为第一个江小姐没有人来到这边避难山路，这条路没有走过嘛。有些人猜测江小姐可能在这个要往避难山屋的路段，突然人间蒸发，她就一个这样抄一个，一个一个抄一个，就抄后来，她就这样不见了。我们都不晓得她有没有回到那个避难山路，因为该队的领队。 走到那边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一位小姐。这时候情况不妙，当场他就报案了嘛，因为找不到人。台东消防局立刻派出了2组11个人的队伍进入了山区，他们沿着嘉明湖步道搜寻，却毫无所获。搜救人员进一步研判，江小姐失踪的路段应该在黑湖、大崩壁、好汉坡的这一段。 不过，当地的背工其实很纳闷，这个路段的路线很清楚，不至于会迷路，除非真的发生意外，等待救援。江小姐这个事件，我花了27天了在里面搜救，黑水塘那找过去，那个到嘉明湖这段以下我都找过了，都没有找过。 原住民向导，他们马上上来找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他说：“嘉明湖常常有人失踪，可是很少说没有，从来没有人说失踪在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没有岔路的。”搜救人员几乎搜遍了整个嘉明湖，就是找不到人。江小姐的家人在向阳派出所煎熬地等待着，搜救持续进行，时间却1分1秒无情流逝。都第5天了，家属心情越来越沉重。 错过了黄金救援72小时，即使不愿意放弃找人，心里头早就已经没有这么乐观。江小姐就是那么家的人也是花了蛮多钱了，请了原住民3包，在跟他们找。连日搜索始终没有所获，时间来到第11天，江家人从上山找人变成了招魂。 江小姐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心中沉迷，即使不幸罹难，却未见尸骨。此时山中谣传四起，有些人说她被黑熊攻击，已经遭遇不测，但至少也会发现她遗留的物品，但却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也有人传说闻到了一股尸臭味，动物的尸体。动物的味道。既然是山难搜救队的队员嘛，我们只要觉得味道不对，我们一定亲自到现场看清楚，这是动物还是其他人。 到答案，确认是哪一种的尸体的味道，我们才放弃。最后确认尸臭味并非人的味道，江小姐被黑熊攻击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那么它究竟在哪里？我也不相信啊！这么单纯的一条登山步道，怎么会找不到人呢？所以我也上去做这一方面的确认探索。 也是一个一个垂降100-200公尺下去，然后找了很多次、很多天，仍然是没有它的踪迹。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双十连假3天，攀登嘉明湖的登山客一共有700多人，就算是发生了意外，也可能会被发现，而它就这样人间蒸发。 2008年10月至今，依旧没有找到江小姐，她的行踪到现在终究是个谜。在今天1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带您看到了这位通灵江老师，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呢，实在不同于一般人，种种不可思议的特殊能力，一切实在太难用科学来解释。台湾导代记，你看棒棒给，我是杨若涵，我们下周再会。台湾大代志，唔通放袂记。各位好，我是俊相，我是雨欣。台湾大代志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还有那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喽。台湾大代志。 您的加入是给我们最实质的鼓励跟支持啊！嗯，糖棒尾，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